취소간사의 협곡에 오신 것을 환영합니다. 干啥去了? 미니언 생성까지 30초 남았습니다. 几点了? 6点了? 这啥意思啊？他？ 你啥意思啊？我上把是给你面子了，我一看呢，这光头，你怎么还以为俺们那是上把那些队友呢？合适不？到底感觉合适哎。 好像能让光头亏点兵，上来直接 1A 平 A， 哎，他这位置很差呀，直接把药吃了吧。 上的时机不太好，正好是他撇飞镖的时候。我这前期让这拉尔给我压住了，我靠！我头一回没站位，哎呀，站位站吃了。等一等吧，马上变大了，不上了。真头一回。 头一回有个拉尔，前面我们让他给压住了，得假装上。求啊！ 把他还武打了，他能不走是不是说明有人啊？400块，哎呀，谢谢奥纳夫啊，疾跑奥纳夫啊！ 纳夫哥，干哈呢？谁让你卡兵线的？谁允许你卡了？你跟我说一下。你是不？我靠！骸骨镀层，哎呦！ 这命可真是有点大呀！饼干吃了，刚给的饼干我已经吃了一个，不是生闪现，我刚好一个 EA， 我已经没有办法再躲其他技能了，其他技能躲不了了。 这运气好，刚好一个骸骨出来了，不追了，抠我抠吧。 你有队友啊？你是有队友还是怎么的呢？
也没有队友啊。你这干啥呢呀？没明白啥意思啊？回家了。上波也是他运气好，上波死了以后他直接就穿了，他没死掉，差一点儿。出的啥呀？小反甲。哎，这个皮肤好奇怪呀。加了个旁边，我都不用瞅，直接开龙来。我不用看，我就知道那瞎子必搁旁边，100%，直接开龙，就搁左边呢。我直接不支兵，来吧，也摁错了，哎呀。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친구는싸우면서얻는법이지没有人了，现在韩服回放不了。我刚才真的想看一看他瞎子到底在没在旁边，我一瞅他那动作我就感觉是搁旁边。等红惩戒消失，他走了就算了。奥纳夫拉倒吧，这奥纳夫开个疾跑上来，哎呦我奥纳夫谢谢这奥纳夫啊，三个人头全是我的呀，那这不得塞一塞吗？现在这拉尔一点用没有，一身装备一点伤害没有，很有可能还在啊！我不上，啥意思呢？这要干啥呀？这来，给我杀！没有大吗？好晕！那必须给我杀的。吸血来！好了。
有骸骨镀层不能上啊，这波可不能再上当了。他身上骸骨没出来，这是在干什么？找啥呢？等着啊！点燃接口，因为 EA 死，没想到吧？啊！我也没想到你敢放一小伙子。看他传不传嘛。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아군이당했습니다这左一这都没回下来啊，我寻光头能死呢？他交了传送，他就没办法传他队友。我们这波就可以跟他干。这拉尔这个皮肤真的怪怪的，这个太空皮肤。让我扣一下，死了。三、二、一 ，EA 扣转起来 ，W 闪现扣再转。哎呀，这个防御塔！可恶的防御塔！可以。600没事，600可以换下波再杀的，没关系。不过刚才有个兄弟说的对，我确实没料到他的闪现迟疑了，这波迟疑了，确实是迟疑了。跑得挺快啊，布点鞋。先把他骸骨打了，咱是不是感觉变大等于无敌呀？啊？操，这么多人，我天！给我呼墙上有，哗家伙出来两个人儿，可太猛了！上当了。
不知道。其实是不应该上的，哎呀，有点着急了。主要是这个人呢，挺装的。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不能打，回头打死了就炸了，不能打。来，峡谷打了，我把上打退了，挺好。这奥达夫单杀了，你们没发现那拉尔二杠六了还如此之装吗？他很自信，说明什么？说明这小子啊，经常玩这个英雄。即使他二杠六了，他依旧非常的自信。所以我们就不能老上当，这也不让推。不行，我得水银鞋，他有光头。小龙来，奥拉夫装备应该不错，他应该两件套了。有没有两件套？小龙来，这上路不要了，直接开吧。人都没有，这对面往出拉。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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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给打飞了呢？推中，直接推，直接推，直接推，不给反应。这波直接给他高地下了。得闪一手，不闪一手我要死了。该撤了，兄弟们，是时候该撤退了。死死吧，大龙别丢就行。大龙十秒钟刷新，怎么感觉要丢呢？不行啊！哎呀，拆多了，一路换条大龙。这时候要是有个传送的话，就体现出来重要性，看见没？没事，不行给了吧。不就一路换条大龙吗？有什么不能换的呢？我漂亮，奥纳夫，
别着急，快跑！对，快跑！我马上到。我这这么钻的，好像不太应该啊。薛飞是有点上头了，这洞钻的不太应该，钻进去了。哎呀，卡莎装备有点好，应该杀卡莎。杀卡莎，杀不着卡莎，那卡莎离我就八丈远呢，杀不到。下波团战打得好就可以了，没关系。我们家阵容其实没有对面好。等一下可得看波比的发挥了。我回家来。拉尔开的不错呀，就是波比稍微运气有点好，没死掉。要不然我们家这波要炸。小龙，哎，光头能扎不？光头杀了，我们家就可以小龙。小龙还不止，这波对面没有虚区了，我直接拆个下路二塔。下路二塔加条小龙，这就是光头死了的代价。外加一个小石头人，再加一个我升十四级，嗯，这个大龙马上花了，吓我一跳，我寻这有个眼儿，我寻光头传送了呢，给我吓完了，给我吓的，光头传送了我们就没了，但我估计应该不能有人这么二。传送杀一个人，下一波要求一个村哥，怎么好像遇到的人有点厉害了呢？先给我杀的拉尔，我上了啊！这卡莎怎么回事？能杀不？这几换几呀？二换二啊！二换二，那蛤蟆搁后边人堵了。
他们家剩双 C， 我们家剩双 C， 一家上单打野全死啊！现在就看你们杀的了，兄弟们啊，看你们杀的了，跟我们没有啥关系了。卡莎怎么来这儿了？谁到了？这卡莎怎么跑这个地方来了？我需要一个钉。哎呀，奥纳夫死了呀！这光头十六级，佐伊十四级，这个大光头怎么感觉要起飞了？其实有点难打，不好打。对面双 C 等级太高了，我们家那个波比跟那个佐伊没他妈的发育好，佐伊的英雄清线太费劲了。谁让我走？我叮！卡莎死没死啊？哎，能不能一波啊？好像波比跳起来了。不行，不能一波，大龙吧，大龙一波不了。来来来来来来来，白润白润，对白润。那卡莎我没杀他，他在上面点人儿。哎，我应该留一下 E 好，我确实应该留一下 E。我在那看着他，你知道吧？我一开始看着他，我就想他到底放不放技能，打不打人？一开始，完事他打一半，他没了人，我就寻思他跑了，我就不留这 E 了。然后我打完他就出来了，这小子，给我俩迂回。这一波等级起来了，十六级，我们龙魂。留眼儿，先中路，先中路，中路线先给他推了。呀，真狠！我有冲哥，光头打我有点疼，救救！可以。我有春哥，他跟我换命，搞两件破装备，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不知道这到底北往哪儿写了，你看着吗？好定，得了，游戏结束。快踩一波。Game of Thrones.